泪史，也是西藏百万农奴对旧制度的控诉。西藏民族是我国大家庭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兄弟民族，这个民族的广大劳动人民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带着沉重的镣铐，过着骇人听闻的奴隶生活。1951年和平解放后，中央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直是采取耐心教育的态度，但是他们为了保持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统治，毫无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竟于1959年3月发动了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破坏民族团结的武装叛乱。随着叛乱的迅速平定，在广大藏族人民的要求下，西藏进入了一个民主改革的新阶段。你投胎转世是个人了，奶奶给你叫出生睡去了。男的女的？男的，男的。思良。单眼皮双眼皮？单的。八两？是。管家老爷，可怜可怜我们，叫他爸爸回来看孩子一眼吧，求求你，管家老爷。
你可以闭眼了，你老婆给你生了个儿子。已经死了。你这奴才敢顶撞我，没割掉你舌头便宜了你。叫他女人把他们三代欠下的债连同收尸税一起送来。是。要不就叫他把鞭子送回来。别忘了替我多多拜拜白杜母，她的样子那么好看，她的心眼一定很好，她有那么多的眼睛，一定什么都看得见。他扑灭佛灯，偷吃供果，要割掉他的舌头，砍掉他的手。割我的舌头，砍我的手，是我有罪，是。割我的舌头，砍我的手，是我有罪，是我有罪。求求求这是我家里的农奴，管教不严，我把他带回去治罪。重伤无知，犹如蝼蚁，苦海茫茫，佛恩荡荡。放他去吧，放他去吧。偷吃供果，冒犯神威，老天要罚你的，罚你变成哑巴，你要赎罪呀、啊！Thank you. Are you okay? Hello.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ow are you? Indian be faster than I can be for I